关来皇室有一条钻石项链，会在香港过境。他们驻港领事要求我们警方押运。两个警队精英，为斗气各不相让。要么你做主，要么听我的。谁因为谁做主？郭富城，执行任务，牺牲在所难免。陈奕迅，你为什么要开枪打我？郑希儿，这里是我做主啊！林超贤作品，为破案，冤假辨身，重案7/8跟2月17日天影频道独家首播。